点这里进行攻。技能效果很强大，使用好会让战斗轻松许多。点这里。屠苏石刻那便去吧。继续进行剧情吧。百里屠苏，不过。 百里屠苏，灵端师弟，我屠苏无事。既然如此，是屠苏。继续进行剧情吧。 点开始战斗。父亲传来，何以飘？此人四爷有满。我尚有要事在。住手！ 掌门雷言，竟有如此！一日却听得玉衡，在下欧阳先生请。啊，无妨。继续进行剧情吧。 我们去试试升级技能吧。打开技能升级后，继续进行剧情吧。继续进行剧情吧。点开始战斗。看来青玉潭先生无忧。未免他们在屠苏，那只是萍水相。屠苏，突厥鬼气，苏醒人魂。好，我先回去。是。 继续进行剧情吧。继续进行剧情吧。我们去试试升级装备吧。选中要升多余的装备，点击升级。 大师兄，江湖纠纷，方才巡视便是。若遇强敌，大师兄请放心。点开始战斗。仙术罢了，你要认我为主，速成。